How to say to decide in Chinese? 决定。决定。 For example, 我决定接受他的求婚。我决定接受他的求婚。 Another example, 他决定发动战争。他决定发动战争。 One more example. 为了学习瑜伽，他决定去印度旅行。为了学习瑜伽，他决定去印度旅行。